谁啊？嗨，十二岁。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现在住在你对面，所以想出来跟你打个招呼。哦，你家也太漂亮了吧！我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啊。好漂亮哦！怎么这么巧？你刚好住我对面啊？乔凡哥帮我介绍的。 他介绍你来住这边？对啊，乔凡哥说这里管理很好，女生住这边很安全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以后可以叫你文琪姐吗？可以啊，他连我名字都告诉你了。嗯，对啊。之前乔凡哥会常常来这边吗？他没事来这边干嘛？ 我跟你的乔凡哥没有熟到会互相串门子的地步。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哎，那你们认识多久啦？几个月吧，我没仔细去算哎。几个月？那你跟他认识多久啦？5年了。5年？5年前你才高中生吧？ 对啊，那个时候我才高中，他跟我爸妈也认识很久了。像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他都会来我们宜兰老家住一阵子。原来他去宜兰是去找他。所以你跟乔凡就像是一家人一样。对啊，像是团圆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起围炉守岁；清明节的时候，还会一起扫墓。 中秋节的时候也常一起烤肉，真的很像一家人。那很好啊，有你们当他的家人，他比较不孤单。有我在，他怎么可能会孤单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打扰太久了，我等一下还要跟乔凡哥去逛夜市，那我下次再来找你聊天哦，拜拜。 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搞笑了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谁要跟你下次见呢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 最讨厌我在他应酬的时候打电话过去。谁呀？喂？你好，我是计程车司机，您先上车醉了，请你赶快下来接他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下去，等我一下啊。啊。 李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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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去上厕所上那么久？桂华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嗯，哪有喝多？我还能喝，好不好？干杯！还没付钱呢。哦，我付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等我一下。老公，你先站好，等我一下。我要找李经理啊，李经理，你干嘛给李经理钱啊？我们还要抓摊，还要继续喝哎，干嘛给李经理钱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老公喝醉了。乖乖，你喝太多了啦！你在讲什么啦？男人在讲话，你女人插什么嘴啊？哎。 李经理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一家店，我带你去那个店，很好玩，很好玩哦。是李经理啦，哎，你不是李经理，你就是李经理嘛？哎，李经理，我跟你讲。
拜托你，那个生产线人力那个你一定要挺我，你若不挺我的话，我跟你讲那个陈总监他会电爆我，我电金牙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路上小心。哎，这边。我是班主。老公，我们先回家休息哦，哈，来小心走。我跟李经理喝酒，李经理也回家啦。李经理。怎么喝得那么醉啊？23000。喝酒要花这么多钱啊！哎，经理，这摊我处理哦。谢谢你平常那么的照顾我啊，今天让我好好的表现一下。哎，哥呢？你原来你每天都那么辛苦，看样子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要怎么做才好啊？早安啊，要不要来点早餐？那么多房子不去租，干嘛让22岁租到我大楼里，而且还住我对面？正确来说，那一栋应该不是你的大楼吧？那你是故意来气我的吧？我干嘛故意气你啊？因为你之前追过我，拒绝你啊，所以你想要报仇出气。我干嘛每一次为了这件事情报仇出气？我会租那边是因为那边地点好、机能好，加上房东也超好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。鬼才相信。曾启。你很奇怪哦，哪有？你感觉好像很在意佩瑜耶，吃醋？你少臭美了，我是看到你有新朋友，所以多关心一下而已。你那天还不是介意我跟毛佑豪相亲的事，那天还一直嫌弃他。我看反应比较奇怪的人是你吧？啊 ，sorry， 本姑娘今天想换个口味，不在你店里吃早餐了，拜。哎，今天早上是特制地中海鸡肉洛梨小米沙拉。